干妈菇哈，它是宜兰比较特殊的。台湾这个起龟的龟啊，已经发展到后来呢，有很多种，但是宜兰这个干妈菇呢比较特别，它是用竹编或者是用藤编编成一只乌龟的样子，那里面就塞这个橘子，或者是塞宜兰的特产金枣。那橘子呢，它又代表吉利哦，橘跟吉，这个有大吉大利的意思。那特别是宜兰的干妈菇啊，在台湾其他地区呢，虽然种类很多的这个起龟文化，但是呢，这是这里的比较特殊的。它除了这个干妈菇里面的橘子之外呢，它还包括这个藤编、竹藤编的这个工艺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一种文化资产。我希望这么奇特的干妈菇的奇龟文化，还有这样的活动啊，能够传承下来，能够带给大家啊平安快乐。